哇，运势有五颗星呢，特别是恭喜生肖属猪、属兔、属羊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呢财运高涨，事业上呢可以多加努力，会带来不错的效益哦。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，财运最旺生肖属猪的朋友，以及我们事业最佳生肖属狗的朋友，还有桃花最多生肖属蛇的朋友，恭喜你们。